慢慢骑啊，因为路口会有车子啊。现在路口都开了。对啊。路口都还没开吧？路口没开，可是还是有车子在里面啊。啊？还是有车子在里面开啊，所以你要小心啊。你看。我觉得如果被你撞的地方，把那个车门打开，然后直接倒。对啊。我这里有镜头，你可以看镜头。啊？这里有镜头啊。啊？听到？谁？没有啊。我们还要买新的。哪有买新的？没有啊。有啦。什么时候？我听到没有啊？哦，那是老板的，不是我的啊。回转了。看我这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小心你不要撞到车子。小心哦，慢一点。好，要慢慢骑啊。你再慢慢骑。走左边，走左边，不然人家出不去，回去休息了。